小胡跟南边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干嘛？爸爸今天抢到，真的五元，哇，抢到五元！你知道抢到什么？那个五万，那个三个字，其中一个最后一个结尾是五。对对对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那五今天抢到了嘞，而且几乎是比原价还便宜的 ，PC 又买到了。爸爸抢到什么？抢到五元，那个五元，那叫什么？那个这样，前面两个是英文字，第一个是 P。嗯，对。那这样我前面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，我还以为你抢到了五元。爸爸抢到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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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 ending 了。好 ，PS 吗？你要对镜头讲来。PS 五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哪时候在抢的？妈妈可以吗？好好，我会负责洗碗的。我可以跟姐姐一起玩。可以可以，爸爸那是两个手把，他是两个手把，又有4500的点的点数可以买游戏。我们不会拿来买，也是我们拿来买会员就好了。4500点可以买4年的会员，每个月有2个免费游戏可以下载。啊，就 PS5 就 PS 还毛 S5。 这个毛 S5 呢，是猫王国有一位猫毛公主的小小热粉。好，小热粉寄过来。您听清楚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闭嘴。3、2、1，粉。哇哦！哦，有没有很嗨？哇，开出来那个 view 就不一样。等一下，各位，等一下，后置再放大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，他是说要一直指着这个人吗？我现在看这一台多少钱？你一直在指着他，游玩前要先指着人。总价19660，送一个猫毛把手 ，PS 把手，被感染了，送一个把手2180元，然后再送3张实体卡。4500元，所以4500的妈妈数位版主机大概是12980元。12980元呢，我们还有满额折扣630元，迟到100元，还有什么 ？Line Pay、Line 购物导购196元，然后再加上储值，好像又有93折，又有92折，1500多元。所以主机的话，数位版主机大概就是10481元，可能会算错了。拿出来，快点玩玩的啦！不想慢慢拆了，快点。这种包装，感觉好像这样子往前走，然后这边走。这里怎么有个亮？然后两个把手啊，买一个送主机送一个，然后主机里面就有一个，然后再多送一个把手啊。那是这样的玩的，不错玩。嗯。那这个呢？没有这样子的，这就控制它。一个把手不用干那么久，我还没有看到主机啊。哦对。暴力情绪，怎么好多线？等一下。会不会掉下去啊？有 view， 哇！
啊 ，PS 五嘞。对，它的 mark 在这里 ，PS， 有没有看到？对啊 ，P 在这嘛 ，S 在哪 ？S 在这里，底下阴影呢 ？S 啊，这谁看得出来？那五去哪？你就是这个 S 这样。它不会写，它应该不会特别写把五写上去，它写 PS 而已。我们是说6点多的，就是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拜拜。有，就像，你就把手给我，感觉很像那个 N 家的那个，他教我们怎么用 N 家的那个，这个要插上去。名声，我可以打我的名字吗？不要。打 fast， 打羊驼。先把那个删掉。玩家，他是写玩家的吗？对，但是叫羊驼。PS5 你打什么羊驼？羊驼的英文啊，很可爱。Fast 羊驼。好啊，好啊，打给我。Fast 啊，羊驼。Fast 就好。加羊驼。这台谁买的？我们来猜选要什么名字来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不要用羊驼啦！不要用羊驼，我们一个名字就搞5分钟了，不要用羊驼吧？妈妈要用羊驼吗？用羊驼名字太难拼的啦。可是他会拼哎。确认拼进去好不好？不要。好不好？我要用羊驼。爸爸是发师啊。我要用羊驼。哇！我会负责洗碗的。我们家洗碗有什么难的？